今天带大家看看新锐的打扣机，解密一击两种工作模式。请注意，这是打两下模式，整个视频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拍摄视频本人承诺无滤镜、无加速，视频打扣速度和你们收到的打扣机一模一样。速度快的情况下，打扣效果也毋庸置疑。同一台设备，我们切换了打扣工作模式。这是打一下的工作状态，速度是不是明显还要快一倍？视频中篷布是 PE 材质，水袋专用篷布，厚度是每平方米220克重。不管哪种工作方式，新锐德打扣机都轻松应对。